观点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光临屯门大会堂。头先系咪咪冇声啊？我再嚟过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好，系欢迎大家光临屯门大会堂演奏厅，欣赏我哋香港美好音乐艺术促进会主办嘅歌舞升平重来日。简单介绍下，屯门有名嘅歌唱老师冯国英老师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好開心啊！今日邊知我嚟翻我自己嘅地頭啊，係屯門啊，我嘅地頭啊，所以今晚好多好歌俾你哋聽喎，希望你哋都中意嚇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啊，大家朋友，今晚好榮幸參加咪姐嘅演唱會，我帶埋小龍女人，希望你哋大家身體健康，日日都咁開心，多謝。好有名噶，青山劍劍客。小龙女讲大家好，小龙女，小龙女 ，Hello， 好开心见到你哋嚟捧场，祝福你哋身体健康、平安快乐、开心每一天。电子琴老师黄家乐，hey， 大家好，食饭未啊？等你请啊！今日我冇份唱啊，弹几只歌，好啦，唔好阻住你。音响正哥。好啊！歡迎大家光臨啊！多謝多謝。驚奇演員莊仁，大家晚上好，多謝曬今日歡迎你哋。啊，瘦瘦公主，好啦，講兩句。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我係瘦瘦公主，歡迎你哋捧場。因為時間關係，就唔一一介紹，各位歌手都係人靚歌甜，出錢出力服務社會。希望大家有個開心的夜晚，現在我們大合照。OK， 多謝錄影師二零。同埋多謝屯門大會堂所有工作人員，更加多謝各位觀眾。好，我哋而家開始表演。5月8日咧，係我哋敬愛嘅鄧麗芬小姐，去離開我哋嘅日子，所以我第一首歌係唱佢最出名嘅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多謝你哋，馮國英老師，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Thank you.
Thank you.